在我们藏族的意思里面，跟我们汉文化当中的这个世外桃源是一个意思，就是像天堂，西方的这种文化里面天堂的意思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大家对精神世界的一个的这个诉求，一个愿望，对，是这样，其实是一个这样主题的一个作品，但我们用的形式是舞蹈剧场的形式，它跟我们传统的舞剧啊，还有这样的小的单一的作品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舞蹈剧场，会相对自由一些，形式上也可以多元一些，最终的目的还是能够支撑我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表达，让它更这个丰富一些，更立体一些，是这样。我觉得香巴拉这个符号化的一个概念非常适合我这个主题的表达，因为它又不像这个我们汉族文化里面的这个世外桃源和西方文化的这个天堂那么具象，香巴拉在其实真正的藏文化里面，它还不是完全归属在精神世界或者是物质世界某一个这个区域里的，它应该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就是中间的一个位置，相当于一个就像一扇门的一个入口一样，你进去以后你找到的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这是靠你自己心态的一个平衡来决定的，所以我当时是觉得香巴拉这个概念化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会比较适合我的一个主题，因为我这个本身这个剧也不是一个叙事性的一个舞剧，它不是去讲故事用情节去打动观众，更多还是象征的手法多一些，然后给观众更大的一个空间，对，可能从这个观演关系上相对平衡，就是说导演的主观的意图不会太过强加在这个观众的感受上面，它不像传统舞剧的话，我故事就是这样，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我是强加在你这儿，我结局就是这样。那香巴拉到时候你们看完以后，结局就像哈姆雷特给观众的感觉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们也是希望香巴拉会有一个这个作品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方式。舞场的这种形式，然后里面结合了现代舞的一些编舞的方法，然后也有这个我们藏族的这种佛教的行为艺术，当然是我们已经做过舞台处理化的提升的，也有我们传统的这种西藏的像金刚舞啊、踢踏舞啊，还有现场的人的声音啊，它也是代替到我们听觉方面的，它不只是有音响的声音，还有我们演员的动态发出的声音、生态发出的声音，这些形式上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形式，然后整个的一个主题我刚才说了，其实隐性的线索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每个点上我会用很象征的方式去作为一个提醒，然后贯穿的这种行为还是留给观众去做，所以就是我说可能可以达到每个不同的人、不同年龄的人、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看这部剧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感受。